早，我是。哦，真的？今天的报纸，我还没看呢。嗯嗯，这样子，啊，我现在就看，现在就看，谢谢啊，谢谢。 哎，徐律师，早。早啊，保险。夫人呢？一早就出去了。少奶奶呢？小奶奶在楼上，有什么事吗？要不要我去叫她？不用了，我再等等她嘛。那你请坐，我去倒杯茶。谢谢你啊。 早，你们下午不是要走吗？我来看一看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。啊，你吃过早饭没有？吃过了。钱奶奶走。哎，钱岩茶。好，谢谢钱岩茶。谢谢保姐。啊，保姐啊，今天的报纸呢？哎，奇怪，刚刚我还放在这里的，怎么不见了呢？钱奶奶，一会我去买一份好了。 去忙你的吧，真是的，早上我在房间也没有看到报纸，下来这边也找不到报纸，报纸怎么回事了？哎，其实这什么好急的？下午在飞机上可以慢慢的，有很多时间可以看的。说的也是啊。 怎么吃的这么少？没有什么胃口。妈，你们是几点钟的飞机啊？下午3点。妈，小陈他现在在干什么？我出来的时候，他还在睡觉。妈，我记得小陈上次从台湾表演回来的时候，你曾经说他在台湾有个男朋友。 现在怎么样？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件事呢？其实我早就想问你了，那个人还在追求小陈吧？小陈是一个有夫之妇，他没有资格被人家追求。妈，那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我没见过，也不清楚。这件事你不要放在心上，已经过去了。 真的过去了吗？小兰，小兰，起床了，都10点了。这么晚了？起来了。哎，对了，小兰呐，昨晚上少阿姨没给你打电话呀？没有啊。你打了2个电话给他，他都没有回你电话，他会跑哪去了呢？ 妈，少爷是个大男人，你总不能让他一整个晚上都待在饭店里吧？我呀是为你担心。不要操心嘛。他昨晚上一夜没打电话来啊，我都一夜都没睡好觉。妈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呢？
小兰啊，妈是为你着急，为你担心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妈，拜托拜托，如果你有什么精神训话的话，请你在我吃完早饭以后再跟我说，免得啊我消化不良，好不好？哎，是不是收电费来了？哎，好像是。真是对不起啊，这么一大早就来打扰你。哪里哪里，请坐请坐。谢谢。哎呀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彭太太，雪兰在吗？她在，她刚起床，昨晚上睡得太晚了。你们坐一会儿，我去叫她啊。坐下。来，谁呀？少安的爸爸妈妈来了。奇怪，他们怎么会忽然来了呢？伯父伯母，早早起来。怎么，伯母今天没有上班呢？雪兰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。什么事？刚刚接到杂志社的通知，说少安在新加坡被人给杀伤了。啊，真的？被人杀伤了？伯父，这消息正确吗？这杂志社是刚刚接到新加坡的通知，我想这个消息不会错的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他伤得严不严重？现在情况还不太了解。据说嘛，情况相当的严重。怪不得我昨晚上打电话给他，一夜都没有人接。真是想不到，好好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雪兰，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伯母，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家医院？在新加坡中央医院。先打个电话到新加坡去，看看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，然后我再办手续赶到新加坡去。啊，雪兰，你真是太麻烦你了。不要操心。我接我妈回来了。啊，好，谢谢你，放这儿，放就好了。头受，哎。不会是少安吧？伤势严重，在中央医院急救当中。怎么会呢？由台湾到新加坡来开会的摄影师陶少安先生。是什么？是他。
准备要出去啊？我刚整理那个旅行袋的时候，那个拉链坏掉了，我去买个新的，去配一下。要不要我陪你去啊？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了，买个手提袋还需要人家陪啊？我反正是闲着，也没事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很快就会过来。待会儿妈要是回来的话，你就跟妈讲说，我很快回来了。再见。宝姐，夫人一大早上哪去了？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你知道啊，她车学没有跟我讲啊。她没有告诉你上哪去？她没有留话。没事，你去忙吧。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今天早上报纸你看了没有？还没看呢。是什么意外的事？你看这条新闻，小山知道这件事了？我想还不知道吧，我一来就把报纸收起来。只要上了飞机，就不怕他知道。可是这几个猪头啊，一定要瞒住小婵，不然的话，前功尽弃。我就是怕他知道，所以一大早就赶来了。小婵他人呢？刚才出去的，说要去买个手提袋。你怎么让他一个人单独去？你不跟着他呢？我是说要跟着他的，可是他坚持不肯呢。我们有必要做得太过了。小婵是个聪明人。万一引起他的怀疑，那不是岂不把事情弄坏了？夫人，您别急，他只是去买个东西，不会出什么事的。太太你好，来看病吗？不，我来看一个朋友。最近你母亲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下午就决定去英国了。我母亲她说，她决定她去做一次全身的健康检查。你母亲觉得最近人不舒服吗？不是你建议我母亲去英国去做一次全身检查的吗？没有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的母亲了。那大概是我弄错了。吴太太，我到检查病房去了，你代我问候你的母亲。好好好，谢谢你啊，大哥。再见。再见。原来妈在骗我。难道是？小婵。
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。丽人呐，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，现在小婵一定在医院。走，我们到医院去。夫人，这样做不妥当吧？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要证实一下，同时我也想看看陶少安是个什么样的人物。去了，对不对？小婵，丽人呐，这位大概就是陶少安先生吧？是的，我是小婵的婆婆。伯母，你好。怎么样，伤势严不严重啊？大夫说，已经不要紧。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这个医院的外科主任是我的朋友，我会请他特别的照顾你。谢谢你。哪里，你是小婵的朋友，发生这样不幸的事，照说我们应该照顾你才对，可是很不巧的事情是，小婵啊下午跟我搭飞机到英国去，我们没办法多陪你，请你不要见怪。小婵，你说我们现在应不应该回去了？不然的话，恐怕时间来不及了。我们走了，祝你早日康复。小婵，走吧。我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到机场去。小婵啊，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。老沈呢？夫人，去把少奶奶的行李拿下来。哦。老沈，不要去了。小奶奶。怎么回事啊，小婵？妈，很抱歉。我不能陪你去英国。既然已经决定的事情，为什么突然改变了？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理由？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，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。我一向不喜欢出尔反尔。老沈，夫人。去把少奶奶的行李拿下来。去。把少奶奶行李拿下来。哦。妈，
请你不要再逼我了，好不好？是你在逼我，还是妈在逼你？夫人，我看还有点时间，您歇会儿再走吧，还不急吗？小陈，你不要太冲动，要冷静一点。你不明白，今天早上我碰到 Dr. Taylor， 他跟我说妈要到英国去治疗身体，根本就是骗人的。小陈，你先不要生气，也不要太过冲动。不管怎么说，你现在还是吴家的人。不管是董事长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你多担待一点，多忍耐一点。我已经完全了解妈什么意思。她以为我跟少爷之间，其实，丽儿你应该了解，我跟少爷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。妈这样做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猪肝汤，你要不来喝一点？我吃不下。那怎么行啊？你老不吃东西，身体要紧呐、啊。来，吃一点。我告诉你，我吃不下，你不要烦我，好不好？你觉得发脾气，你心里可以舒服一点，那你就尽量发脾气好了。我记得少安这孩子在小的时候，那年好像是4岁，有一天他走丢了，你在家里的急得半死。谁知道这孩子他一个人跑到城隍庙门口，嘴里吃着棒棒糖，他还在那看耍猴子的。比什么事儿都要往好处去想。生儿育女，从小呢就让做父母的操心，长大了以后还是让我们来牵肠挂肚。难怪人家说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放心好了，你有一群去看他就行了嘛。你呀，这老毛病真是，那为了这三个孩子，你操心的还不够啊。
琴，佩文，告诉你好消息，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。真的？恭喜你，这真是一个好消息。对呀，你晓得我多么想回家，在这儿住了那么久，我都住腻了，而且还花我爸妈这么多的钱。伯父和伯母，他们真是了不起。他们那种爱惜，实在太令人感动。说的也是，要是当初没有他们的话，我可能早就不想活了。平文，过去的一切，就当它是一场噩梦，醒了，一切也就消失了。姐，离开这里，就是你的新生活开始。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我在想，我如果出院了，会不会有人不能接受我？你所指的别人是谁？当然不会是我的爸爸妈妈了，我说的是你的爸爸妈妈。我也晓得，他们当然不能接受我，因为我曾经辜负过你。佩文，我不喜欢你说这种话，记住，以后不要再提这种事情。结婚好。逸群，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？佩文，你说这种话太伤我的心了。可是，逸群，佩文，你是不是嫌我没有跪下来向你求婚，不够隆重呢？当我的老婆，要不然有谁比你更有资格做我的太太？我知道，我想你当我的新娘，已经等了好多好多年。佳佳呢？在他屋里呀。哎，他整天就闷在屋里，我真为他担心。这孩子平常这么乖，这么听话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？都怪陶少辉，是他害了我们佳佳，我们不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他的。那陶家已经是很诚意来道过歉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再怎么样都是于事无补。事情闹大了，对我们对佳佳都不好，说不定会给佳佳带来更大的伤害。可是我看佳佳这么意志消沉的样子，心里好难过。我在想，如果佳佳真的喜欢陶少辉，那么干脆就让他们结婚算了。佳佳，佳佳，你过来。佳佳，刚刚妈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，你自己心里有什么打算？如果你真喜欢陶少辉，妈为你做主，让你们结婚。妈，我不要嫁给陶少辉，我不会嫁给他的了。你不喜欢陶少辉，那你们不……哎，佳佳，这事情不能开玩笑的呀。
孩子怎么这个样子嘞？佳佳，爸爸，佳佳这个心情还不太稳定，过两天再说好了啊。哎，你不是要跟我到公司去吗？啊？是啊，等等啊。佳佳，来来，佳佳，告诉我，你喜欢吃什么东西？告诉我，晚上给你带回来。爸爸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东西，晚上一定给你带回来。啊，好了，过两天就好。走吧，我们走了。乖乖的啊，好好好，走走走。佳佳，你看家啊，我们走了。爸爸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佳佳，我是少辉。少辉啊，佳佳，你进来好不好？还好，谢谢你。佳佳，我就在你们家附近，你有没有空？我们出来走一走好不好？哎，好，好，那我就在你们家附近那个小公园门口等你。哎，好，好，拜拜。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我本来早就想来看你，可是这一次都是我害了你。爸妈有没有揍你啊？揍倒是没挨揍了，不过那天在医院挨了你妈一巴掌。后来，我爸也给我一巴掌，真倒霉。不过，我回家以后，他们就没有再提过这件事了。你老爸老妈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给我爱的教育。其实，我倒真希望他们能打我一顿，或者骂我一顿。这样，我就不会觉得那么对不起他们了。对了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今天早上看到黄俊彤嘞。那小子，他居然还敢去上课。我本来想捶他一顿的，后来我怕他又带他妈妈去我们家告状。我实在不想给家里惹麻烦，我就怕看我妈掉眼泪。佳佳，你什么时候回去上课？我不想再回去上课了。为什么？我发誓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，除了我。是，我永远都不想再看到黄俊彤了。
么有心思跟在我后面干什么？我，你怎么你啊你？我是想知道一点佳佳情形。想知道佳佳的情形？你也配？这不要脸的东西！陶双辉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要替佳佳好好修理你。我知道佳佳很恨我，可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佳佳差点被你害死。我问你，你对佳佳到底有什么打算？你说话啊你！你是哑巴？你说啊！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哦，不知道就算了。黄景腾，告诉你。对你这狼心狗肺的人，说来是白说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偷偷摸摸跟到我后面，不然的话，我给你好看。哼，说两天我再找你。请进。醒来是你啊？哎，怎么样？我交给你办的事情办好了没有？都在这儿。你速度真快，只花了半天时间。亲自出马当然快了，如果平常人的话，至少要两三个礼拜。红玲，你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谢你才好。千万别这么说，这么说太见外，朋友们应该互相帮忙。要不要我送你到机场去啊？不用了，你事情多吗？不必麻烦你了。我要赶紧走了，再见。许兰，不要太担心，吉人自有天相。见了他的时候，替我问候他一下，祝他早日康复。我会替你转告他的，谢谢你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？我今天根本就没有上班。少辉，你哥哥在新加坡受伤了。啊？怎么会呢？是不是出车祸了？少辉，你看看这点消息。那哥哥现在有没有生命危险啊？刚才得到那边医院的消息，目前他已经脱离了险境。嗯。哇，哥可真不简单哎！你看，见义勇为，捉到强匪，哇塞，这下子他可成英雄人物了。不过哥也太笨了。他应该想得到嘛，强匪身上一定带有家伙的。假如是我啊，我就三两响把他们摆平了。好了好了，看看你的德行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谁去照顾哥哥啊？雪兰准备到新加坡去一趟，也只有他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新加坡去。不知他手续办得怎么样了？我来接。喂，雪兰。是的，我是雪兰。我今天手续都已经办好了。好的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小心的。好。
好，再见，谢谢啊。玉山，我不在的时候，这里一切就交给你了。你能办的你就帮我办，不能办的，等我回来再说好了。你安心的去新加坡好了，这里的事情你不要担心。我当初如果听你的话就好了，不让尚恩去新加坡，也许他就能逃过这次劫难。不要说这种自责的话，有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做的决定，你要躲也躲不掉的。这些就麻烦你了。啊，好，我得赶紧走了。这边要骗了二位了。哪里？我也祝你顺风。谢谢。起来，代我向上峰问好。谢谢，祝你路顺。一切都拜托你了，雪兰。到了新加坡，赶快打个电话给我。我知道，雪兰，你要多保重身体啊。伯父，伯母，妈，少辉，您别送我了，我进去了。雪兰，一切都拜托你了。伯母，放心。多保重。小姐。祝你一路顺风。以前啊，都是你送花给我，
这次该轮到我送花给你了，怎么样，喜不喜欢啊？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喜欢。小陈，我以为你已经走了。以理智来说，我是应该已经走了。小陈，你一定受了好大的委屈。小陈，我知道你婆婆，是我害苦了你。少儿，我们该怎么办才好？我知道，我根本不应该爱上你，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，少儿。小陈，我也一样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也一样爱上了你，我也一样无法控制我自己。请诉别后思念，放胆相恋，不远不远，直到永远。